我是 Erica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耳。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看一个很酷的东西，很酷的莱尔富。不是啦，全台北唯一一间有引进韩国泡面机的便利超商。顾名思义，应该就是可以让你泡泡面的机器。那为什么不直接？前阵子网络上面就有转一些影片，是人家去韩国介绍这个东西，它是把一个泡面放在纸碗里面，然后你可以加料，按一个机器一键煮好。你是不是觉得它为什么不要用泡就好？对啊，它被风吹走了。哇，台湾的泡面其他面条都是那种比较软的，很容易煮熟。韩国其实比较硬，它需要花一点时间煮，它才会煮出那种比较 Q 弹一点点的口感。重点是你可以加料哎，所以我就要从家里自己包一包料带来这样子。应该不会这么麻烦吧？它既然要方便，该方便到底。不可能一包里面会有给你高丽菜什么的吧？你不要这样啊！那我们直接进去看看好了。我找到了泡面机，然后就是可以用泡面机做的组合，札幌酱油拉面，但是它比较经典的应该就是辛拉面组合餐。辛拉面组合餐就是浓辛辛拉面加水煮再加纸盒，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59，超滑的。然后我觉得还蛮酷的，它还有辣炒年糕组合餐。辣炒年糕就不太可能在家里面煮，多好吃吧？我知道它有一个辣炒年糕杯。哦，我比较困扰的是，我都不知道那个酱要放多少，选一个面一个年糕啊。我想吃辛拉面，可是会不会没有创意啊？去韩国不吃辛拉面，你真的要挑札幌芝麻味噌拉面吗？那个日本的。点好酱了，然后店员非常贴心，因为这是新进来的，等一下先把面倒进来之后，他们会教我们怎么做。哎、欸，就这样，它没有油包，没有，有酱汁吗？什么？哦。我在那边紧张。他刚刚先拿盒子扫了条码。对，扫条码就按按钮，按开始烹煮。啊，速度好快哦！我的妈呀！还要扫条码。哦，因为它条码上面其实有写要煮多久。这个怎样拌？嗯，拌给你自己加。好，我自己加。这个同时都可以按两次水跟按两次。那我应该要按两次吗？对，你们都把它全加完，后面你自己用。你们有筷子吗？然后就开始拉拉。我还要按什么吗？没有，就是我现在已经帮你们加、水都已经帮你们加满，加完了。看到灯没有为止。嗯，好。收水，我要打蛋了，我最会打蛋了。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好好好。按到这个灯没有亮为止。就是它还在亮嘛，然后它不让我按，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想要吃蛋花。我是大厨，不就是用一个泡面机在裡面？拜托，那如果说我要加什么蔬菜、泡菜，就是自己再买，对不对？对，再加一次那个加热。不是，你看，不是，加热在这。哎、欸，它现在就是在沸腾的状态， okay, 你有看到它吗？我看到了，它在沸腾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哦、oh, okay. ，就是它真的是在煮，然后这个碗也不会烧起来。刚刚那个底好像是一些其他特殊的材质，看条码上面个别都是4分钟嘛。对，所以其实要煮一阵，在便利商店享受家里厨房煮饭的乐趣。好尴尬，你就不能好好在家煮吗？家里没厨房，我就是没有厨房的人。哦，年糕好了。结论它是湿湿的，然后我以为它是那种就是勾勾的。都好了耶。那你再按增加。不要了，不行了，不要再煮了。好好，先吃哪一个？其实我比较好奇年糕。我比较好奇年糕，所以我先吃辛拉面。好吃的放后面。对，你喜欢吃变成蛋花的？因为我不喜欢蛋黄熟的那个口感。其实我喜欢吃半熟的，然后那个蛋黄可以扒在那个面上面。我发现我蛋黄太早打进去了，它煮完之后好干哦。它软硬的程度是刚好，比自己在家煮还要准。时间跟那个温度啊，什么都控制好。对，泡面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完美的泡面，因为很多人就是说什么，哦，泡面应该要怎么样水滚了再加，还是怎么样？泡面的黄金比例啊，真的。现在目前全台北就这一间，在内湖阿里山也有一个。年糕我很好奇它的汤，它的汤是很湿哎、欸，好甜哦，好甜哦，没有很辣，不知道是因为吃了辛拉面还是怎样，觉得还好。辣，吃吃看年糕，刚刚好哎，好强哦！有些泡菜就好，比用泡的还要有差。辣炒年糕杯小小的，然后是用水泡的，这个比较好吃，但这价位比较高啦。今天这个泡面机算还蛮成功的，虽然不是我们做的，就体验啦。对，很好吃，看到泡面机非常想要来试试看，我觉得是值得来的。然后家里没有办法开火。但是你们要记得不要在巅峰时间来，因为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其实不算巅峰时间，可是因为我们拍片的时间拉得比较长，然后就默默的没有位置，在一个瞬间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帮我们按订阅，然后帮我们多看几次。
谢谢大家，拜拜拜拜。刚刚都觉得辛拉面比较好吃。对啊。干嘛？何必何苦这样抠它、啊？你把它吃干干的耶。黏住你不会觉得很不开心吗？这个我怕它是炒回的还是什么？然后我是觉得，因为它的水量可以控制，所以我其实觉得，如果你们之后要来吃辣炒年糕的话，你的水可能就按一次就好，因为刚刚店员帮我们煮是把水注满。对，注满。对，我们就觉得有点太湿，它如果干一点，应该会更好吃。也许会。但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对它的汤汁喝起来，我就觉得刚好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就觉得太淡了。对啊，如果是要喝的话，这样子刚好。可是哦，对哦，一般的好像不会喝。对，一般不会喝、啊。然后它就是有点太多了。对，太多了。我觉得它可以就是折中，折超饱哎，分量给一半就好了。然后价钱一半。对，价钱一半，真的太多了。太多了。这可以就是大家庭吃哎。还是我们两个胃比较小啊？大家庭是不是太夸张这样？大家庭可以吧？